们来开始测试冷气，它有一个遥控器，超波形的。好，我们开始开机，它那个盖子会自动打开。好，正代理的地区和专利。面板这里可以加温，18、19、20、21、22，最低可以调到16度，风速两段，强跟弱。这个是除湿、风扇、自动恒温、冷气开关。啊，我们这里遥控器可以调，很远哦，可以调，一样风扇可以调。